What's up, guys? It's DR Triple M here. 前几天官方有一个更新 ，Hypercharge 超贵，所以激发了我出一个系列，叫做“穷宝宝玩机”。穷宝宝玩游戏，作为穷宝宝首领的我，将会教你们这些穷宝宝如何将一只只有等级7加配件的角色和路人打到上800。我们可以穷，但不可以笨。至于为什么是800，不是1000或是以上呢？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伺服器是怎样，但是在我们 EA 这里，800以上的很多都是车队，你打上去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你会耗很多时间，你会很痛苦。游戏里面有超过70个角色，你每一次升到800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全部加起来大概会有56000以上，到时候你也应该存到不少钱再拿去升级，最后打800000以上会轻松一点。我这账号基本上大部分角色都是等级1，然后很久之前打上500的，所以我有45000多块。不要以为我有很多钱，光是从等级1开始升到等级7加配配件就要花2040块钱，所以我大概可以升20多只角色吧。关于妮塔的配件，我其实想了很久，但我最后还是选择带护盾，因为带护盾的话肯定能够把人家退后几步，带晕的话我觉得要配合狂抓的能力即兴效果会比较好，但是带晕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弄丢对方的球。至于该打哪一个模式，因为我们没有狂抓的能力即兴，所以近护没有那么好打，尽量选择一些有墙壁中距离的地图。今天打的是 penalty kick， 47场胜10败一和，其中7场战败是有莫提士做队友。从500到800，游戏时间大概花了2小时15分钟。讲了那么多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场的时候你要选能够克制对方的那边打，对 Frank 的话我们有一点点攻击距离的优势， Sandy 的话基本上是55平，没有熊的话最好就不要打莫提斯那边，其实是因为没有能力即兴的关系，所以就算有熊也没有很大的优势。 Nita 没有办法造成很高的伤害，所以只能够在这个位置左右晃，瞄着这个角度慢慢全大招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配件消耗一下对方的子弹，这里没有办法，连 Shelly 也被他干掉，只能够把球踢远一点。现在挑一个能够给对方很大压力的地方放熊，开配件千万不要把熊放到会被秒的地方，然后利用熊做护盾慢慢推进，再全另外一只熊。如果你能够出源源不断的熊，那证明你那场就打得很好。 Frank 的血量太厚了，我要打他11下才能把他干掉。把熊放到一个不容易被打到的地方，放在前面会被秒掉，放在后面又太慢，给不到压力。这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出源源不断的熊，大概也差不多要进球了。 Sandy 放大招的话可以试探打几下看看敌人在哪里，找不到人就要往后退打防守了，走进去会很危险。本来我们是靠 Shelly 来打防守，但是他跑进去死掉，害我们失一球。幸好我们还有熊，我先换另外一条路，把熊放到 Mortis 那边，给他一点压力。这时候又要慢慢全熊，慢慢推进。不停的放熊，施加压力。很可惜我的攻击力太低了，没有办法收掉 Frank， 但 Shelly 走进去就应该赢了。害我们又打架失赛了。
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。赢得超辛苦的，两边都给到站了，96000多的伤害，我输出一下才1500多耶。对上 Jesse 的话，就尽量不要走在一起，一样卡在长臂那边全大招。我不懂为什么 Fan 要跑到我这边来，明明他那边可以2-1把球推上去，跑到我这边来 ，Jesse 打到他有打到我，我更不懂为什么他要把球踢到角落。如果你要在 Jesse 面前放熊的话，你跟熊的距离要拉开一点，不然很容易会被一起打到。面对没有穿透性攻击的角色，我们和熊的距离可以走近一点，不怕被打到。Fan 可以开大招冲过去进球了，但他没有，我们同归于尽吧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咯。这里我就搞不懂 ，BB 是看不到 Shelly 吗？无言。Fan 有进步，他没有跑到我这边来，但是他一直拿着球，不知道要干嘛。这时候我往右边3-2，加上熊，应该可以推上去。Jesse 应该耗尽子弹在熊上面。我们先拿下他，好险！基本上这张地图，一塔打大部分角色都很好打，除了打投掷的。面对投掷的角色，你要耐心一点，如果能够换另外一边就打另外一边，如果不能够换，那就不能一直靠在墙壁后面，要拉远一点距离，等战况发生变化再找机会。希望能够帮到穷宝宝们，游戏是还可以玩的，接下来会有一些 gameplay 给大家参考参考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 peace out。
跳过去啊 Primo， 跳过去啊 Primo， 跳啊！你留着等下辈子跳啊！拜托你不要去捡球，我拜托你不要去捡球，不要把球踢出来，不要！やめてください！你上辈子没有踢过球是不是？还刀战冲过去死！啊，说了很多次了，不要去捡球好不好？拜托你了，是不是要讲日文？我全给你用大招踢。唉，完蛋蛋喽！